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摩人，今日翻到嚟啊，咁啊，其实都是想偷一偷我哋嘅杰克啦。咁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我玩呢、這个圣诞节活动，其实我抽咗大概40抽，但系都见唔到杰克。咁啲石咧，其实就冇乜噶啦。符咧，啊唔系、哦，符可以攞多几张喎、哦，再嚟多下十抽啦，咁啊，应该可以换到，试下先，试下睇换唔换到先魔力力镜。OK， 哇太好啦，太好啦，有五张啊，咁我又可以尽呢个赌徒嘅心态搏一搏，睇下单车变唔变到摩托。OK， 好，咁啊嚟一嚟呢个杰克啦，系啦，虽然自己真系唔系话即系佢点讲咧，佢嘅实用度我觉得系值得抽嘅，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好中意、好想要，又未去到咁咯，系啊，咁通常。有朋友话你未去到咁咧，咁你一定要抽啊，即系你会中。咁但系今次我觉得，喂都几难中，不过搏一搏啦，叫做系啦。咁三星礼装啦，头先啊四星礼装，咁其实剩翻我谂大概六次到嘅啫。咁啊，希望睇下会唔会中啦。完全系礼装，次码紧仲要三星嘅礼装，你俾咗五星我啊，应该系剩翻五次啊，系啦，真系十抽嘅啫呢度，中啊唔该。三环三行冇啦，你爆金都得噶，其实唔一定要就咁样转过去系金卡噶，爆我都开心噶，又系礼装，哇又系骑士，屌骑士去食屎啊！我已经系最大咗噶啦，系啦。咁呢张骑士我已经系抽到第七张定第八张，即低能噶。系我知系好用，但系你唔好俾咁多我、啊、大佬。点咧呢度？又系礼装，唔系喎。喂金，嚟啦金金金金金爆金都得，系啦。系不过枪嚟嘅，点爆都冇乜意思啊。咁啊，得翻三抽。点啊喂？你出个彩都好啊。爆金都得噶喎，唉。我 feel 到我的人生已经玩完，不过虽然讲真啦，真系我用得就唔算，其实都几多下，都五十抽啦，系咪啊？金你都爆涨啊！喂，真唔得喎，净系得童谣，我又其实又唔系太中意童谣，我要实用性高啊嘛，依家系冇啦，玩完啦，唉，阴功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嚟到呢度先，即系每月一抽就系咁多啦。希望大家中到杰克啦，即系可能活动完结之前，咁都可以抽到杰克啦。咁我自己就算啦，系啦。咁大家记得攞翻个十石啦，十石就系五万个 like 系啦 ，Facebook 咁啊可以喺礼物盒嗰度攞翻嘅，系啦。咁谨记啦，9月4号啊，唔系4月，9月4号呢个限定嘅。开膛手杰克 up 啊，咁就会完噶啦，咁啊大家谨记，如果中意杰克嘅话，记得抽啦。咁仲有就系呢个月可以攞五张嘅夫妇，咁同埋上次有答问卷嘅都会送翻一张夫妇嘅。咁系咁多先啦，系啦，我自己就唔中啦，希望大家如果真系中意咪抽下咯，中嘅话话俾我听啦，欢迎，中唔中都可以话俾我听嘅，系啦。咁今次已其实突破咗我第二抽啦，通常我都系可能开活动抽一抽，跟住得闲抽一抽，跟住之后都唔会再抽，估唔到会第三抽，因为真系几好用啊，我用过啲 friend 嘅，都冇计啦，唔中系啦。希望下一次会中到啲五星啦。今日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条片，鍾意记得畀返个 like， 又或者订返我 channel。多谢晒大家观看，拜拜。